三句和第四句的整理。第十九句。好，那第十九句要讲是什么呢？也是有人提问的，有人提问然后回答。好，那提问就是说，米腾那瓦腾那达逆逆约北切啊，康尼修扎基杜丘瓦马因南吉纳。好，那问的内容在这里哈。好，眼根、耳根、跟鼻哈。好，这些呢，这里的它应该是复数了，因为有三个嘛，所以这里是复数。这些呢都各有逆逆的话就是各二，啊，各二，各有两个。这里等一下，这里可能还，这里的眼哦，如果看底下应该是眼根跟眼球一起算哦，它这里不能是说眼根，因为眼根我们看不到，太细哦。这里的眼应该是眼根加上眼球，因为等一下我们看就知道。哦，所以这里要理解这样，加上眼球哦，这两个合在一起。哦，那这里的那哇呢，要理解成。耳根还有耳朵，耳根加上耳朵。这个是外观的，眼球啊耳朵是外观。那的话是鼻根加上鼻子。这个部分好像我们讲根的部分主要是能产生视的那个功能，主要是有那个功能。所以这里这三个可能要这样理解，因为你光讲眼根有点怪怪的，就是包含眼根眼球的这个是有两个，包含眼根跟耳朵的有两个，包含鼻根跟鼻子的有两个。好，那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一个人他只有一个眼睛。鼻孔呢只有一个洞，这是他底下讲的，鼻孔只有一个洞，都是有张一鼻，你觉得好看吗？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我知道，没错没错，所以玄奘法师的汉语里面他有加了一些话。他说：“如果一开始的人就是长一个眼睛、一只耳朵、一个鼻子的话呢，大家习惯嘛，就没有所谓好不好看的问题啊，大家都一样。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去设想说，如果现在每个人都有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的话，这个好看吗？当然不好看嘛，哈。但他在我们本身确实是这样讲，哈。等一下我们看就知道，这很好笑。”你那说法逆逆啊，就是眼等这三个呢哈，都各有两个了哈。这里逆就是各有两个，每体的话是虽然如此，好，眼等就是眼耳鼻都。这里逆要理解成逆逆啊，就跟这里一样，都各有两个，各二。那接着媒体呢，就是虽然但是哦，啊，所以如果从句型来看，这是当然是主词，逆的话是补语。那这里省略的 be 动词，逆因媒体啊 ，be 动词省略。那媒体是 CP 二啊，其实就是等于。这个媒体呢，其实就等于几啦，哦，等于那个句格啊，不是句格，属格转用的接续助词，第二种转折的，啊，这个媒体就等于几，哦，原等虽各二，但是呢，
日居那巴线都是一样的啊，杂在这里其实是一样的啊，有三个地方一样，就是日就是种类啊，种类一样，居就是所行境，所行境其实就是对境，那巴线就是产生的事啊，好，所以这有三个地方是一样的，第一个是种类。第二个是行径，这个鲫鱼其实就是鱼啦，其实就是鱼。第三个是number share，就是事所产生的事，比如两个眼根啊，两个眼球上面的两个眼根只产生一个眼视，它不会产生两个眼视。哦，不会说这个眼根产生一个眼视，这个产生一个眼视啊，它两个合起来产生一个眼视，而且如果以现在科学来讲，它有聚焦的问题嘛，要这两个去聚焦。好，所以这两个，在种类、在行径、在产生的事都一样的缘故呢，所以牵呢，因为所以，那这个部分其实等于，应该说连同这个属根哈，可以等于煞 ，CP 四的煞。因为所以，因为这三个一样，所以呢，康静你，康静你说两个眼跟眼球算一个界，两个耳根跟耳朵呢算一个界，两个鼻孔跟鼻孔里面的那个鼻根算一个界，同一个界。那老师一句。跟那个鲫鱼两个怎么分？哪一个跟鲫鱼？鱼种类的那个鱼，它代表意思跟那个鱼。鱼的话是指这个就是眼根跟眼球，这个眼根跟眼球跟这个眼根眼球是同一类的。鲫鱼是指它的茎啊，色触。对，这样的情况，这个是指眼根眼球本身。就是这一组的眼跟眼球跟那一组的眼跟眼球是同组同种类，鲫鱼是指眼根的茎，就是色触。然后这个其实行径就当所缘缘嘛，这个就是当增上缘啊，产生事嘛，这是他们的果，都是产生同一个果。所以字面可以了解，那我们来看底下，他说。跌打其中，在这个前三句当中，所以这个是第十九的 ABC 里面，其中云杂网，所以它这里第一个就是种类一样，第二个是居于杂网，所行径一样，第三个是南巴谢巴杂网，所生的事一样。那这里他说，你噶米奇当心，你别切。你噶呢，就是指那个，比如说，眼跟眼球这一组跟另外一组的眼跟眼球合，这都是眼的自信。那个你噶，你噶正确的翻译应该怎么翻？二者，就是你噶的意思。对，等一巴，等一巴，一波不能一巴，一波是第二，等一波，也就是第一组的眼哈，简单讲就眼了哈，跟第二组的眼，第二组的眼，这两个眼呢是同一个本质。都是眼的本质。第二个鲫鱼两者的鱼呢都是色，都是这里的鱼就是跟这里的俗是同位鱼了哈，两者。对，我抱歉，这应该是你给鱼都是色，去做。这里。
可能然后再确认一下，这里应该上面应该有个属格，这里没有。啊，这两者的近呢都是色，也就是说，这个眼跟这个眼的近，它的近呢都是色。好，那这个色是什么？色印还是色处？色处。色处，对。所以虽然它这里用属哈，但是你去要知道它是属几几切。好，接着那么西巴找我哈，所生的是一样哈，因为两者呢都是。哦，他说你个米给那巴西巴几几点？哦，那这里你个那是主词。它都是眼视同一个眼视的所依，哦，这是不依。那所依是什么？所依其实就是不共振上缘了。我一般讲所依啊，特别在产生视的这个场合里面讲的所依，就是不共振上缘。吞蒙马一杯打干啊。这两个眼呢都是，哦，即在这是同一个啊，同一个眼视的所依的缘故。属格叫切勒啊，我们说一样啊，它等于煞，西西式的煞。哦，因此，哎，刚我那个问题回答是不会，这里刚漏掉了。刚刚就是说眼耳鼻因为各有两个所以会变成21嘛，18加3嘛，会变成21界不是吗？那回答说不会，不会变成21，所以这里的米丘前面其实省略了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再加进就好了，刚漏了，不讲。啊，那这个电是一级啊，一级如下这样啊。那因为这个缘故啊，对，一级啊，这个也当一级就好了哈。因此，你给看你几把弥陀，哦，眼界呢，眼界啊，应该说眼有两个，但是眼界只有一个，眼界只有一个。同样的提醒度，鼻跟。耳跟鼻呢，也因如此结合了。哦，加瓦的强呢，就是因结合。好，也因如此地去结合。好，那这里呢，加瓦的强那个法尊法师有时候会翻。这个是在入中论的地方，他是这样翻，他把这个加瓦的卡呢，在入中论里面提到，他把卡的翻成配饰，加瓦的卡，音，点，怎样去配合解释了，这也可以参考，他是这样翻，把这个卡翻成配饰，配合解释。还有一个类似的就是以透过这个道理类推日巴日贝这个我不太确定吧，这个大家一定有点
有时候他会用忍戒哈，忍戒就是以理类推，以此类推。可能要查一下，这个戒好像不太对，我现在不太记得他用什么，是不是漏掉什么前加哈？啊，好像是这样。我常写这一字哦。还是怪怪的，可能再查一下。这个“贼”音是“贼”啦，但是我现在不太确定它到底是怎么写的，对。好，那哦，这里应该比较没问题。底下呢，“姐姐千呐英雄哦”，哇。好，那这里要解释说为什么我们的眼耳鼻呢，要各长两个哦。好，那他这里回答就是，这一阶阶的呢，贼是什么意思？美观。美观，美丽的意思。但是这个强是吝的意思。就是因为呢，要让我们看起来美观的缘故啦，所以呢，逆窘哦，所以各生两个，逆就是两个。窘就是生，好，那这里的逆也一样，跟前面一样，就是逆逆窘我，就各生恶。因为要令美观的缘故，所以各生恶。这句是这样。好，这句比较简单了，我们看一下它后面说：你老说把康吉把你营养，好，这个养呢就是转折哦。就是虽然但是它等于在这里其实等于起，CP2 的这个起转折，那它也可以等于拉，也是用 CP2 的拉转折的拉。这里其实都可以，或者刚前面看的 Wiki。Wiki 也可以。好，那 day 有时候也可以，就是那个代语助词的 day 也可以。好，这有几个地方，有几个词可以代换。好，那字面是说，米纳说把康吉把米营养，虽然呢，言等。这是同一个戒，戒法就是同一个，这不是第一，也不是一个，是同一个，同一。眼等就是刚刚的两个眼跟两个耳，两个鼻都是同，两个眼是同一戒，两个耳是同一戒，两个鼻也是同一戒。虽然是如此，但是呢，丁嘴巴卡为七逆穷我。好，但是为了让那个所依呢美观，就是这里是受词啊，为令所依美观啊，这里是受词补语。好，那一般卡为七的话，这里也可以翻成为了，为了让，为了令，这有个强，为了令所依美观。可是这个令的话，那个可以当做设置跟设置不一样。可以啊，令这个美观啊，而且通常这里设置不一定会加一个打断的，让这个美观。好，这个所依就比如说我们的脸了，为了让我们的脸看起来美观，所以呢，就生个生个就这里就各生个哈。那接着说，给大家买一对哈，不是这样的话，这里其实这里有点对，有点怪哈。一般会用拿才对哈，可是我他是用对呢，就有点奇怪。应该是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哈，但是他这种对就蛮怪的，因为它是一个假设语气。
啊，那如果不是用拿用电的话，就变成说不是如此，就很怪，这翻起来就很怪嘛。啊，那如果不是用这个假设呢，它用这个呢，可能变成像 CP2 了，变转折，不是这样，然而会这样的，可是这个语气很不顺啊，所以这里我怀疑这里也是可能有问题的哈，可能不晓得这个我没有先 check 哦。如果顺着它来看，就是不是这样，然而啊，米唐纳威颠吉唐，然后那以普嘎基督教那信徒米杰法丢罗。好，那这里我们刚刚就会提到说，一开始的眼耳鼻哈，他会提到说跟是眼根跟眼球嘛哈，耳根跟耳朵啊，鼻根跟鼻子。他这里主要是跟这里这句有关。他这句他说，米唐那位颠吉，好，就眼跟耳的所依是一个。其实他这里要表达什么？两个眼根的所依是一个啊，两个耳根的所依是同一个，这样可以吗？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对，比如说，就像刚我画的那个哈，那个一样。这个假设这个是眼球，对，等于两个迷根，这个迷在这里是眼根。两个眼根在同一个眼球上，两个眼球在同一个眼根上。啊，两个眼根在同一个眼球上。当然了，两个眼球一个眼根的。没有，这个是所依啊，这个是电是所依啊。两个眼根在同一个所依上，它这里是米唐那位电机，哦，就是这里米它这个迷是指眼根，这个颠是指眼根的所依，就是眼球。我会怎么来看？我会觉得是眼睛是两个，但是他看的东西是同一个。不是，他这里要讲说不美观是不美观，就我画那个图啊，只有一个眼球。对，只有一个眼球的，照理是要两个眼球各放一个眼根嘛。可是为什么一定要两个眼根？不，你先听老师讲完。你只有一个、两个眼球，但是上面没有眼根的话，你没办法看啊。你眼球，你要产生眼视，你要眼球上有眼根才能产生眼视啊。为什么一定要安你两个眼根啊？对啊，你每一个眼球上各有眼根，你这个才能生视，这个、才能生视啊。这两个生的视是同一个视啊，那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只有一个眼球的话，那不是一个眼根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安立两个眼根在一个眼球上？对。哦哦哦。为什么两个 mic？ 没有道理啊。应该有这么多。我了解你的意思。那这样的话，好，如果用一个眼球、一个眼根来考虑了。好像也通了，这个也通了。可是我们现在是从我们现在是两个眼根的角度去想这个情形的、啊嗯。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这样想的，嗯、这是我的想法。因为我们是两个眼睛嘛，他现在说一个眼睛来想的话，如果只剩一个眼球的话，那我们原本的两个眼根是要放在同一个眼球上，我是这样想的。但是他现在的结果就是说，当我们两个。包含眼根的那个两个眼球，如果变成一个的话，它重点是在眼球只有一个哦。嗯。它重点，当你这样讲，有可能眼根是一个啊，但我讲两个眼根也没错，但它重点是在眼球只有一个。嗯。这样了解吗？嗯。啊，不管你讲的是只有一个眼根，还是我讲两个眼根，啊，它的所依的眼球是变成一个的话，或者哈。哦，你讲说耳根只有一个，我说耳根有两个，但是耳朵只有一个的话，嗯，哦，或者变成鼻子，鼻子我们它用的是骨干，骨干是孔，对，这个是孔，鼻孔，哦，原本有两个鼻孔，现在变一个鼻孔的时候，哦，变这样，好，那
你耳根要放两个哈，比如那哇，放一个其实 也无所谓啊。但是现在重点是这个锁一变一个，哇，那这个鼻孔变一个，骨盖变一个，哇，这样的话可能不是很好看的、啊。那主要是讲这样哦。所以这里的 den 呢，就是指比如说眼球跟，因为它两个一起讲，所以是眼球跟耳朵。哦，那这里是眼根哦，那不管是一个两个哦，反正这里是眼根，因为它是眼根的所依。哦，那这里是耳根，对，眼根跟耳根的所依一个，啊、哦，那鼻孔呢变成一个啊、哦，所以它变成一个是啊、哦、一起啊、哦，这里这个整个一起，哦，就是说。耳朵从两个变一个，眼球变从两个变一个，耳朵从两个变一个，鼻孔从两个变一个的话呢，那就信徒迷这话就将会非常不美观哈，那是这样，啊，这是藏文字面这样讲哈，但是我们如果看汉译的时候哈，因为我不晓得是在汉译有没有讲，还是那个。大毗婆沙论，如果据说没有讲，可有可能是在大毗婆沙论哦。我记得好像有个地方他有讲，看一下，但是可能要查一下。哦，确实他这里有提啊，我印象中他这里有提。第四页的西南。这里就它多了哦。此事不然这里，我们的藏译这里没有哦。此事不然，如果本来就是一眼、一耳、一鼻孔的话呢，谁眼丑陋？谁会说它是丑呢？那大家都一样嘛。本来一开始长的就是一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鼻孔的话，六猫字等虽生二足，有何端也？所以两个不一定好看，他的意思这样，一个也不见得是丑哦。如果一开始他要是长一个的话，也不见得丑。哦，所以这里好像是多啊多加的啊，但是这个可以去 check 范文啊，是不是有多这一句哈？所以有时候人家会说，哦，玄奘法师他会加一些句哈，一些话在里面哦，主要是这样。可是玄奘法师不是向来不乱加东西？没有，真谛。如果比较的真谛比更不加，啊更严谨，玄奘反而会加。是我以前的概念都是玄奘。对，没有，要实际看才会知道。可能是看到的本质不一样啊。所以要确，可能再确认范本对，是不是有加？因为我以前概念就是他是不乱加东西的。他跟真谛一比呢，真谛反而是更不会乱加的，他变得会多加。因为这两个都有，就是有真谛的译本跟那个玄奘的译本，两个都有，你一比对就知道，就是真谛的跟那个范本更贴切哈，只是跟真谛的不好读啦，哦，真谛的那个翻译不好读，但是各有利弊哈，它不好读，但是它可以对回范典，那玄奘的好读，但是有时候对不回范典，好，底下我们再。我现在看，好，底下他说，这是第二十几行，他说，空波堂康堂，哦，戒切堂谢心多，已经解释完了，就是运戒处，啊，其实严格来讲，并没有，详细的解释完了，他只是其实解释只是说，我们说五蕴跟十二处的关系，还有十八界的关系解释完而已。哦，这里的解释完是指他们的关系解释完，但是你对于蕴的定义是什么，还是不清楚嘛？嗯，
错的定义是什么？哦，戒的定义是什么？哦，这个还没解释。所以这里的解释完了，其实只能说解释完他们的关系，彼此的关系已经解释完了。哎，这个我删不掉嘞，这个我只能按到这里是不是？没关系，这里要谈的是他们的JY 哦，可以讲到他们的 JY 关系吗？类推的那个 J 会变成这个 J， 不是不是，这是关系。J 好像是这个 J 哦，但是我一直觉得有点怪，写出来有点怪，不管是这个 J 还是这个 J。这个，原型是这个，这个是这个，都看到哈，谢谢。我记得有另外类似这个，然后但是你还是你们先记这个比较好。原型是这个，这类推的意思。哦，那我再回来看哈。哦，所以刚已经把运处界这三者的关系讲完，底下呢要谈的是那个风波堂、康堂跟千里屯，它的各自的意义。第二觉法强哈，在此应该要说明，就是说明运界处这三者的意义。哦，这里意义其实有点像定义啦，看不到没关系，就那个工具嘿显示不到。哦，底下我们看哈，他说，风挡，哦，这个不对哈，这个结构的构不对哈，结构才对，这个鼓要改成门，哦，这个是原本它是写九了哈，这里要改成国门才对，哦，这个风的话是累积的意思，累积。结构是生门，出生之门。人是种类。哦，这三个呢，就是共用这个机缘哦。累积的意思，还有生门的意思，还有种类的意思。哦，那依序呢？哈，就是配底下的。哎，这没对。这个崩呢，应该说。风波的意义就是风啊，好，但是如果从中藏文来看，会翻成中有点怪的。累积的意义呢，就是运，会变成这样。可是应该是倒过来讲，运的意义是累积，好，这里好，可能在表达上有点要转一下哈。那这里的生门呢，就是处的意义，那处的意义就是生门。戒的意义就是种类，哦，要这样理解。好，哦，所以运它有累积的意思，哦，处呢也是生门的意思。那生是什么？什么叫生门呢？产生心心所之门，处是产生心心所之门。然后种类就是，哦，就比较容易理解哈，哦，就种类是。戒的意义就是种类，哦，它有不同的种类。啊，那运就是它是累积出来的东西，哦，也是这样。哦，字面先这样，哦，这个是第二十记的前两句。哦，那底下这段经文很重要，哦，这段经文在很多地方都出现，哦。哦，这段经文就是在讲五运，哦，的经文。哦，但是他一开始先讲色运，哦，先讲色运。
这个经文，如果你们看那个我那个翻译的，好像它是阿含经，不知道哪个阿含经里面，我们看一下。是在解释那个五蕴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这很多地方都会引到这个经文。啊，多利阿苏康吉阿荣啊，德巴阿芒巴阿达达中阿南里阿吉阿拉巴阿超阿五巴阿达隆巴阿他宁晚拿约巴肯巴阿宁晚拿约巴肯巴铁达汤戒到底。把所有这些，不管是过去、未来、现在，哈，内在的、外在的、粗的、细的、恶劣的、好的，哈，或者圆满的，啊，就是存在于远处的、远距离的，或者存在近处的，所有这些色呢，把它合而为一，啊，即土局就是，所以这里的关系是这样，哈，这里，我现在没办法画，哎，我变成。这个鼻子，箭头了。我现在那个没有那个东西哈，没办法动。没关系，你们画一下哈，这里到哎，好像有个干扰嘞。到这里哈，到汤戒，变成那个受持啊，当局的受持。嫉妒呢变成副词，色于一，色于一的一个状态，或者你把嫉妒当受持部也可以的哈，就把所有这些色为一个啊，色为一个。哦，那色为一个呢，就把它名为苏毗蓬波色蕴啊，这些都叫色蕴。老师，他这些都叫色蕴，它是严格的定义，就是这几个角度来看色蕴，还是它只是类举？他要解释说，色蕴有积累积的意义的，哎，这些累积起来都叫色蕴。那前面的那些东西都是举例而已，不是说色蕴一定从这个几个面向里面去分。这可以探讨，哎，因为我们说色蕴它有无根无尽，照理应该是全部包含，照理应该全部包含，他这个讲法应该是有全包的。但这个可能在我们会配合住宿了，后面会看配合住宿哈，他会说什么样的叫内色，然后从那个什么处的角度来讲，从地的角度来讲哈，它有很多，但是是不是看起来应该是全包，但是还是要去一一的确认才行的。但他这里重点是说这些累积起来呢叫色蕴，所以它有个累积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把这些设为一之后呢，把它叫做苏毗蓬波，这样的常属着我啊，常属着我就是进入什么样的之数嘛，进入什么样的数就是数量嘛，或者我们讲说进入什么行列啊，类似这样的意思啊，进入名为色蕴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啊，或者进入名为色蕴的之数啊，算到这个数目里面啊，色蕴这个数目里面。哦，那这个这里有两个斜加瓦哈，两个斜啊，这个苏毗蓬波用双的上下引号，因为是内层。那这个哆雷的这个要加单引号，下的双引号在这里，就是经文的内容。我这样来解哈，这样写一下。那这里是苏毗蓬，它有应该是有哆雷嘛，哈，哆雷。
哦，哆来的后面就加一个上的音啊。哦，然后接着到了哆来，一二三四，第四行和苏比风波嘛。苏比风波这里加一个上的双音啊。下的双音，因为它这里有斜，加尾，长速。可是这样子的话，它双音号是从哪里出来的？啊？他说他的出处是哪里？是要有出处，他的出处是哪里？为什么要把它标为双音号？没有啊，它专有名词，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啊。这样子。这是经里面讲的哦，这个专有名词是经里面讲的，佛讲的、哦。整段不是都是经里面的？还没有完呢、啊，还没有完、啊。我所以才说常数轴嘛，常数轴偶才有个斜啊。对，这个斜才是下引号。对，所以这整段都是经文啊。对，到轴偶都是经文，哦、就是从那个书。啊，所以等于说那个双引号，只要是专有名词就可以这样子。不是，它双引号是说它是在引文里面又有一个，它有两层引号的时候。内层我们会用双引号。我知道，我本来以为说这个地方也是引注哪里？没有，是因为是这个是术语，是一个专有名词。对，斜角的话就是这样。哦，所以这里呢，就是经文是到常熟州，就经中有出现过这样的经文。那经文里面有提到色蕴这样一个词嘛？对。那这些呢，都可以包含到色蕴这个词里面，它的意思是这样、记住这个词里面。然后呢，因此呢，风北屯里，风北屯斗，斜九华竹。因此呢，这竹就成立、成立呢，累积的意思呢，就是运的意思啦。但是这中文不会这样讲哈、中文很怪，这翻成中文很怪哈、但字面确实是这样哈、累积的意义。这里省略 be 动词就是运的意义。其实中文会说，运的意义呢就是累积啊，中文就可能这样翻就好了。老师，那个力跟那个银不是 S 跟 S 七可以换来换去？对啊。对啊，所以这里变成说这里应该是 S 啦，这个是 S 七啦。对啊，就没有问题了。不是，它多一个意义啊。这里多一个意义啊，因为我们讲运的意义就是累积就好了，这个它会多一个屯。这里还多一个屯，它变成说运的意义就是累积的意义，上文会变这样。这个其实有点在中文有点多余了。运的意义应该是就是累积的。老师，那最后的这个写乔瓦的上引号是哪里？这里，风这里。然后斗是下引号。那这整个到从风到写乔瓦当受词，当主的受词，就成立了。因为这个理由就成立的运的意义是累积这样。那底下呢就是在解释这段经文比摩沙中的解释、那这个我们下次再看。其实还有不同的于师的解释、或者说像那个仲贤，就是反对俱舍论的这个仲贤、他也有他的解释、这个后面都会提，在注疏也会提到，这我们到时候会看一下、整个会看一下。谢谢老师，要充电了。